我结婚了，在我已经不相信自己还会找到幸福的时候，你出现了。你的温暖弥补了父母早年离世带给我的伤痕，和你在一起，我快乐得像孩子。 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，我爱你，我愿意为你，为我们这个家，付出我所有的一切。 国强有个儿子已经16岁了，他叫李阳飞。他的妈妈5年以前就去世了。杨飞，干嘛去？参加你爸婚礼去。说什么呢？走，追他去。我和国强婚礼那天，他没来，他不喜欢我。 我想，他是害怕因为我失去那个本来就不完整的家。我也害怕，我不知道怎么走进一个这么大孩子的心。我担心，因为他对我的拒绝，让我失去国强，失去我现在拥有的一切。 我知道他很孤独，虽然他有一群朋友，但是我发现他每天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，面对着电脑。国强很忙，多数时间是在医院工作。他真正跟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很少。在这儿呢，怎么还在这儿呢？ 我很理解他对孩子的内疚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干嘛呀你？干嘛呢你？跑得快的，别让我逮着他！别着急，明儿回学校再说。逮着了。他是个很优秀的大夫，每次手术都很完美。有他在身边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。 都让我心里觉得很踏实。可是蜜月刚开始，他就要作为主刀大夫，被医院派到外地去做一台很大的手术。待会儿我先回家帮你收拾东西，然后再给你做顿好吃的。回头那个手术啊，提前了，院部通知我今天下午就走。 病人是个外科专家，手术挺复杂的，这一去可能又得10几天，家里就剩你和小飞了。咱们不是说好了3个人一起去海南的吗？计划不如变化快啊，等我回来吧。回来以后想去哪儿的话，我听你的。好啊。嘿，小飞，逮着你了。 前两天没那着呢，也办不出的状态啊。谁车坏了，我赔不就完了？就你们家有钱啊？给我买辆汽车行吗？行了行了行了。周末上哪儿玩去啊？我当然要回家，我妈让我学英语，逼我出国。你呢？学校篮球比赛，没玩哪儿什么，到时候你们一定给我助威一下。石头，你呢？周末，周末去见网友。男的女的呀？当然。
是女的了？网友啊，网友都是电光死。死？死我也要见。你去哪玩啊？怎么最近老心不在焉的？别理我，烦人。不是你后妈对你不好啊？别废话，倒是亲妈，何不挨顿打吗？我怎么说话呢？你至于吗？小飞，饭已经好了，出来吃饭吧。嗨，谁还叫我出来？你叫我刘燕就好。自从我妈死后，连我爸都没随便进我房间。你凭什么进我房间？我只是想帮你收拾一下房间。谁让你随便动我东西的？你东西我能随便动吗？我只是想帮你收拾一下房间，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没必要那么计较吧。这可是你说的。这一瞬间我恍惚了，我不知道是在自己家里还是在别人家里。是小欧的家吗？是的。禁止把战俘。不好意思，这么晚给你们打电话啊。哪里啊？我是梁飞的家长。哦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家小孩有没有回来？特别要。没有，他们几个出去玩了吧？哦，行进。哦。是吗？别担心啊，他们经常在一起的。哎，麻烦你了啊。没关系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再见。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，黎巴嫩的贝鲁特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菲律宾等地多次发生恐怖活动，这些就是相继发生在伊斯坦布尔、雅典等地的炸弹爆炸现场的情景。各地的恐怖分子企图通过恐怖活动小飞没回来，我等了他整整一夜，我心里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。问你一下，梁飞这两天有没有跟你在一起？没有没有，我们从放假就没在一块儿啊。是吗？那他昨天晚上没回家？啊，那可能去玩了。你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？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那这样吧，我给你留一个我的电话，如果他跟你联系的话，你马上告诉我，好吗？那行那行，你说吧。
1330-8090-8090-8090。对。行。再见。他还是没回来。电话告诉国强，我不知道还能到哪儿去找他。小龙啊，小飞两天没回家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找不到他。现在你先别着急，我回去跟所长说一下，先备个案，然后你回去给亲戚朋友打打电话，看看有没有在他们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再找找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我都说我不知道，我现在跟他闹。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，你告诉我怎么了？我真不知道，我现在跟他闹别扭呢。闹什么别？你告诉我行吗？我真不知道。阿姨，您别着急，李阳飞不会有事儿的，他这两天就是心情不好。你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不知道他在哪儿，不过他昨天还跟我说呢，说要上我家住去，但我家有人。那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的话，你一定告诉我好吗？好的好的，阿姨您别着急啊。哎，那我先走了。我是啊，我是派出所小龙，刑警队刚来通知，顾城和捞起一个溺水男孩，和杨飞很像，你马上到二院停尸房，刑警队在那儿等你。小龙警官，他们搞错了吧？他们讲的体貌特征确实很像，你还是去确认一下吧。肯定搞错了。没有，这哪哪都堵。没发枪，您就提前抢跑，那肯定得去。你看这也都转瞬就来了。你看这，这都是老师傅，真放中间广告了，真怕了他们。我先下车领钱。怕了。大路口和交通这些，6761-8828-6761-6766。
谢谢啊。别客气，再有孩子的消息我会及时通知你。我快睡着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声音都变了？出什么事了？你别吓唬我啊！家里都好吧？你和小飞相处得怎么样？我们俩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他都睡了。我知道了，你自己多保重啊。好的，你自己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了啊。有事儿咱们再通电话。哎。
有从北京去往甘肃武威的乘客，请在第六站口等候上车。有从北京去往太原的乘客，请在第二站口等候上车。旅客们请注意，有从北京去往齐齐哈尔的乘客，请在第三站口等候上车。嘿，我是小手臂娘，你能来我太高兴了。你长得什么样呢？不会骗我吧？我在车站等你，给你一个惊喜哦。请记住，我手里拿了一本杂志。在等人的吧？你是逆风飞扬，我小手冰凉啊！别逗了，小手冰凉是个女的。那是我妹妹，让我来接你的。不信你过来看这张相片，你看是不是这张？我没骗你吧？来来来，跟我走。一路上不好走吧？路这么远，肯定累得够呛。来，上车吧。来，上车。我凭什么信你？你不信我还不信你呢？我能让我妹自己来吗？走，你跟我走，我带你去见她。没多远，一会儿就到。他真是，真是我妹，不骗你，上车。走，开车。刘小姐，你的寻人启事要三天才能见报，到时候呢，我们会把报样寄给你的。能不能快点呢？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但是呢，这已经是最快了。那麻烦你有什么消息马上通知我，打我的手机就可以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喂，哦，我是刘烨。山西旅，他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您现在能告诉我吗？他怎么能跑到山西去呢？喂，我想马上见到他。喂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所有的人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，好像我做错了什么，可我确实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。这是一个专门通过我上聊天进行驳诈啰嗦的和社会犯罪团伙，我们接近他们很久了，还是从太原被绑到吕梁，非常的危险。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未成年人保护法11条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20条，明文规定，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不得放任不管，不得迫使离家出走，放弃监护责任。你是法定的监护人吗？对，全是我做错了，我怎么能让孩子离家出走呢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孩子到底现在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我怎么不着急啊？问了你半天，半天都没跟我说，孩子现在到底怎么样？你能不能告诉我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别着急。我问你孩子怎么样了？是不是你儿子？对不起。你这样多危险！我是真的特别担心你。you
疼不疼？我是刘燕，小飞外婆是吧？哎，你好，我们现在在山西呢。好，您放心。外婆电话。喂，姥姥。没事儿，我挺好的。您哭什么呀？没事，您放心吧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嗯，姥姥再见。两张北京的票。北京两张，对。两张北京，拿好票。哎，谢谢。下一个，你去哪里？你好，一张太原。不用谢。怎么老路呢？看着点儿。钱包。拿钱包，你拿钱包了？谁拿钱包了？走走走走，丢钱包找这儿来，哥们儿，你凭什么打我呀？钱包就是他拿的，就是他拿的吗？钱包，我包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包在他们手里那儿呢。你哪儿别去，你站这儿别动，我帮你去。饿了吧？赶紧吃。
哎，谁啊？喂，我小舅。小舅啊？你怎么回事啊？啊。你现在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在哪儿呢？小飞啊，你这次有点不像话啊！你知道你姥姥多担心你吗？啊，行，我知道。这样，你把电话给阿姨。那你等一会儿啊，找你单位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是刘燕吗？我是。我是小飞的舅舅。哦，我知道。喂。喂。对。你好，我是。是。我说起你。杜宪是吧？对对。我知道。哎呀，这次小飞啊，可是把我们全家人都给折腾坏了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让老人担心了。这样吧，你带小飞到我这儿来，他听我的，好吧？那我跟他商量一下吧。嗯，好。好的。小飞，哎，小飞就让你多费心了哈。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嘿，那好，那好，那我等你们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快点，小飞。喂。喂，我是郭强。郭强啊。你怎么样？啊，我都挺好的。你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注意身体啊。小飞在。我跟小飞在临时呢，我带他去看舅舅。相处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我们好着呢。我跟他说两句。啊。小飞爸爸电话。喂，小飞。再见。小飞。他着急上车，先上去了。你自己多注意身体，别太累。好，我知道。想你啊。嗯，再见。喝了不就有罐子了？谢谢哥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妞妞。挺乖，拿着吧。
您好，请问杜建老师在吗？哦，他不在，他山上代课去了。哦。哎，请问你是牛燕吗？啊，对，我是。哦，他给你留了一张纸条。李家山中心小学。对。谢谢啊。请问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旅馆？哦，这附近没有，要不你顺着这弄到前面看看吧。哎，谢谢。哎，再见。走吧。啊，我这里了，讲学的，讲好的，快讲讲。那个三六当年的老店铺，行行行行，你看看，咱们这个方法变快了，也原来是个洋瓜店，是吧？是一个三六当年的老店铺，上下了共有五层，40幢窑洞，33间房子，33间房子。哦。啊。嗯。哎，就是不巧，他让了来的最多了，你看当后悔哈。就是开放了，都已住满，就剩下这空窑洞了。你们住吧，行吧。好。小郑，开开心吗？就住这里啊。杨飞，你有事叫我一声啊。来吧，你跟我来吧，一路辛苦了吧？老头子，客人来了，去厨房睡吧。哎，大姐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没事的，是自己的，请坐，请坐，坐下休息吧。来来来，先喝一杯水。哎，谢谢。多谢，应该的。你尝尝，这是咱们七口的大红枣，很好吃的，吃吧。不客气。哎。今晚就住在这里，好吧？你放心，这被子是很干净的。太麻烦你了，大姐。没事，自家人以前不算两家的话。既然来了，就当住两天。还有，你是后妈妈？你怎么知道？哎。我也是个当妈的嘛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什么人没有见过，一看就知道你们的本性了嘛。没事，别不好意思。苏妈怎么了？不也是妈吗？明天晚上有老艺人叔叔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明天早上还有珊瑚排练，看完了以后，你快跟我去赶集。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黄河大鲤鱼，你先休息。明天早上我叫你来。挺好看的，你们看，我拿我自己的了。
带上一个大姑娘。有箱子，上菜了啊！快点，来了，上菜了！哎呦，快点！好个大鲶鱼！赶快，慢点，别着急，到大人来了再吃。老刘，你这姑娘也该出嫁了，你这是没法儿弄。怎么回事儿？你那么不小心？没事没事，来，我自己来吧。你别管了。哎呀，你的手怎么破了？我看看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来，醒来，冲冲。哎，老头子，赶快拿药箱子来。怎么了？上手了？没事没事啊，我去拿药箱去，等着啊。对不起啊，我刚才没看见。没事，出去包扎下就好了。我不吃，你吃吧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吃吧，我不吃，你吃吧，你自己吃吧。你我不吃吗？我不想吃。小小看见什么？你吃吧。王的后闺女啊。搬个炮在当铁家，送榴弹大铁家，你来把杯子来的又知道，中到这脚步都不怕。大姐，哎，你不是在条子村吗？咋回来了？老先生说的真好，就是后边我有点听不懂了。是啊，嗯。条子，你明天要走，咋的？是啊，明天我准备走了。那你把这个的大黄子带点，路上吃。好啊。好啊。哎，你是不是还是想着今天的事呢？我就是心里面总是放不下他，我觉得这个孩子真是挺让人操心的。哎，孩子们都是这样嘛，别老挂在心上啊。哎，哎，大姐，我看见你女儿对你特别好，我觉得挺羡慕的。是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也是后妈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后妈啊？哦，是的。真的、啊，那有假。那你怎么能做得这么好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人想换人想是不了换半家，感情这种事儿了就得来长的，只比划比划是不成的。要把箱掏出来让他看看。老婆，快出来，来客人了。啊、哦，来了。我说的，你好好想想啊。哎，大姐，这几天是麻烦了。哎，麻烦，你就能写出两流字来吧。以后你不要忘了吃苦，你得帮三姐姐就行了，是吧？慢点。
姐。多保重啊，自己要多保重啊。哎，再见啦。再见。小飞，哎呀，你们怎么才到啊？不是说昨天来吗？哎，同学们，先回去了啊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谢谢大叔，再见。哎，再见，小飞，再见。小飞啊，这次怎么回事啊？你这长出息了啊？你好，我杜建。你好，刘烨。你们的婚礼，我当时有点事儿，脱不开身，没能参加，很抱歉。哎，没关系，你太客气了。我们的学校就在这边。哦。不过条件有点差。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都可以。那行，咱们先回去。嗯，好。哎，走。今儿小舅给你露一手，让你尝尝这山西特色刀削面。怎么又吃面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山西特色呢，就是面条老醋。等你吃习惯了，离都离不开。那也不能天天都吃面吧，总得有点肉和菜吧。怎么，这离开家了，知道家里的饭菜香了吧？哼，你这有本事出来，就得有本事吃苦啊。有完没完？哎，怎么样？还行，马上就好。没法弄了。爸爸，
怎么是你呀、你是？我是妞妞呀，上次你还给我罐子呀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儿上学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找我舅舅啊。你舅舅是谁呀？我舅舅啊，是你们杜老师。杜老师好。哎，妞妞好，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啊。哥哥再见。再见。怎么了？我不住呢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住外面吧。那要不我带你去女生宿舍吧？啊、可以，没问题。其实挺简单的，我这个人呢，平时就喜欢到处走，一次偶然的机会就走到这儿，看到这个学校，当时呢感触就特别深，因为在这个很闭塞的地方，你会发现一个大城市里完全没有的空间，让你觉得心里很近，所以啊，我就每年抽出固定的时间来这儿做志愿者。那你会一直坚持做这件事情吗？会呀、啊。因为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。我觉得呀、啊，人这一辈子能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啊，是幸福的一件事。你觉得呢？所以我要坚持争取李扬飞对我的信任。好、啊，去吧，快点回来啊！行，妞妞回去了。咱们低年级的同学把刚才读的这首诗默读五遍，都听清楚了吧？好，啊，咱们四年级的同学继续咱们的应用题。你们谁能用咱们学过的知识编一道应用题啊？我来。那好，那铁头来吧。铁头，你想一下，你最近都干了些什么？哦，我们每年的学费是75元，如果每个瓶子是1毛钱的话，我们每天捡到10个，那么我们用多少天可以凑足学费？是啊，需要多少天呢？75天。75天。铁头。啊、哦，是。好。那现在咱们每个同学呢再编一道应用题，然后写在纸上。这是我给宁宁的。我知道。谢谢老师。不够再来一盒哈。好。铁头再多吃点。好。好。谢谢老师。少盛点。什么呀？这都什么呀？小飞，你要是吃不下去，我那儿有饼干和泡面。那有什么好吃？你姥爷说过，这世界上啊，有两种东西最好吃，一种是苦，一种是亏。
身体好点了吗？嗯。记得吃药啊。嗯。哎。嗯。慢慢吃啊。谢谢老师。你好。来。阿姨知道你病了啊。阿姨给你煎鸡蛋吧。这个鸡蛋给你，这个鸡蛋拿去给杨飞哥哥好不好？去吧。哥哥，这是那个阿姨给你的鸡蛋。妞妞，你病了，你吃吧啊。我有一个啦。没事，你吃吧。好吃吗？欺负同学呀、啊！我没欺负他，本来就给我。你那么大个，你推他干嘛呀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，铁头？小飞啊，你年纪比他们都大，有什么事儿你让着他们点儿。怎么了？你知道什么呀？嘿，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以前也不这样啊。走吧。出去玩去。你们吃好饭了吗？吃好了。回去了，回去了。回头带你说，走。哥哥，哥哥，这是我让爷爷给你编的蜻蜓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喜欢吗？送给你吧。谢谢妞妞。不用谢，哥哥，你这头发是不是黄色的呀？不是啊，是哥哥自己弄的，好看吗？嗯。哥哥给你投一特棒三分球啊！好啊！比赛马上结束了啊，咱可不能得零分啊，得加油啊！来，哎，加油！一、二、三。
对呀。小飞，你不能这么跟舅舅说话。找你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他是从小就这么倔吗？哦，那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他其实小时候表现挺好的，挺招人喜欢的。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现在我可能只知道他一些生活方面的小习惯，比如他特别喜欢玩电脑，最讨厌喝牛奶，喜欢吃煎蛋，特别讨厌我进他的房间。其他的事情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其实这个阶段的孩子呢，思想不稳定，出点问题倒也是正常。他们这个阶段最需要大人们的关爱，要是一不小心啊，就会整出什么大事儿。是啊，就杨飞走的那几天，我在家里，我整个人都崩溃了。我真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办。郭强他这次在外地，手术特别重要，我不想再去麻烦他。是应该我在家里把孩子照顾好的，结果出了这个事儿，我觉得特别内疚，真的。真是挺难为你。其实，我觉得我多操点心也没什么，就是我觉得杨飞他挺拒绝我的，我又没有带过孩子，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。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呀，这经验嘛，可以慢慢摸索嘛。我倒是有个体会，这有时候在家里边解决不了的事儿呢，这出来走走，也许就能解决了。是吗？我有个建议，这儿呢有很多好地方，你可以带他到处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好啊。我们是不是走错了？
刚才谢谢你了。哪那么多事儿啊？走吧。看到那边了吗？那边就是山顶，看咱们俩谁先上去。拐弯就到了，我知道，你别太着急了，不会有什么大事儿的啊。小心点，扶紧我。你坐好了，小心。妞妞，妞妞，你没事吧？妞妞，看着阿姨，眼睛疼吗？她没事吧？去医院好好检查一下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妞妞，哥哥，我的罐子。哥哥知道，她没事吧？回去
你为什么要把头发染成黄色的？因为我想换个造型。那现在为什么要剪呢？对不起。我们到了，走。
后有的是机会。是。太好了。怎么给我吗？这是姚明在 NBA 上面穿的队服，我现在送给你。那就赶紧谢谢你们，姚明哥哥。谢谢。好好保管啊。Thank you.